好啦，上妙星，跟住入閘仲有呢只好力王，13号起飞59蚊。线路明星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五场赛事四班，1400米嘅路程，3D 嘅头关嚟噶。9、10号马大热啊！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前面快嘅马有感恩啦、红眼罩、大运、舞台啦。咁再见到埋边第三位咧，仲有踏雪无痕啦、内栏咧，仲有飞禽啦，中间位置咧粉红袖嗰只咧，咁啊见到呢只美丽里程啊！咁啊再后边嘅马啦，仲有圣哲星啦，后多少个马匹啦？内栏咧就龙城福将嘅紫色三个匹啦，大约喺呢个第7、8位嘅。咁拍住嘅马有福岛加加啦，出边咧就系呢只名驹啦，尾五位置八心之王三位嚟噶啦。咁再见到内栏尾四咧就线路明星，后面三只马上妙星、新界福星，咁啊暂时包尾好力王啊。好啦，过呢个咧就800米段处啦，感恩铁栏带第二位就大运舞台，第三位嘅马有踏雪无痕啦，第四位飞禽，第五位美丽里程，内栏第六仲有龙城福将，中间圣哲胜啊，再边嘅马有线路明星、名驹，尾五中档福岛加加，尾四出边见噶啦，八心之王啊，后边三只新界福星、绿色三常妙星，最出啊，仲有只好力王啊，入正之后直路啦，踏雪无痕咧就已经系透出啦，斗紧嘅马有埋边红眼罩骑内有啊，只大运舞台，中间美丽里程上紧嚟，咁啊再见到中档位置仲有呢只龙城福将，外边追仲有圣哲胜，大外档八心之王，最后100米。大运舞台埋边，中间踏雪无痕，最出嗰只咧就系美丽里程，最后50米大运舞台斗紧美丽里程，中间咧就系踏雪无痕，个终点第一名，相当接近啊！埋边大运舞台，出边美丽里程，两匹马要影相，中间咧红衫嗰匹就系呢只踏雪无痕咧，第三嘅机会啊，结果比较高啲。埋边红眼罩，大运舞台，出边4号美丽里程，第四名咧就龙城福将啊，斗得都好接近嘅。睇嚟就好似埋边嗰啲咧，仲占先啲。睇下岌内噶，啱啱嗰步就好难讲啊！冲线嗰步，因为之前嗰步就肯定系入边嗰只。第三就系踏雪无痕啦，可能四嘅就系龙城福将咯。一踏四就紧噶啦，连人位有23倍嘅。真系要睇足线嗰步啦。一号真系有个班底喺度啊，稍微进步啲啊，都已经够啦。第三日明顯係踏住無痕嘅啦，第四日嗰啲龍城福將嚟嘅。好啦，睇下張相啦。咁啊，真係贏啲咁多嘅啫。啊，放大俾大家睇啦，係啦，就清楚嘅。咩里程啊，国能都已经浑身解数啦，真系浑身解数。系啊，但系奈何人哋嗰只就比较主动啲，再加埋比较轻磅咯。跟住個時間又慢啦，睇睇個預計派彩先啦。跑第一名1号嘅大運舞台，獨鏡派66杯，位置派23蚊。跑第二名係4号嘅美麗里程，位置派24蚊。跑第三名13号踏雪無痕，位置派20蚊。連贏位一搭四派237.5，三門彩1号、4号、13号派2235蚊，單 T 派400蚊，位置 Q 一搭四派87蚊，搭13派63.5，四搭13派80蚊5号。跑第四名係2号嘅龍城福將。场个 pacing 都真系好慢咯，睇睇个四连马先846蚊，比起头先嗰场5班1400仲慢。咁所以变啊，浩南仔呢只就好轻松喺前面走啦，又轻薄，四重彩17067蚊，17000几喎。美丽里程相对喺个步速上面都会蚀少少，同埋只马可能个分亦都尽咗啲，国能已经真系做到尽噶啦。出齐架撑都系紧紧赢啦。用埋十磅仔笠埋嚟香港之前夜馬嘅眼罩，呢一路大運舞台59秒83，又慢步速係咯。好啦，睇下巡台影片啦，起步美麗里程係靚仔嘅，噗一聲走咗出嚟嘅啦。當然你話快嘅大運舞台都想搶啦，感恩啊跟住殺埋嚟咧，反而踏雪無痕，因為起步慢咗，要騎翻上嚟呢個位咧，嗰度用咗少少力啦。咁啊，開面8号嘅聖哲星啦，入邊有隻飛禽啦嚇，名驅喺度三啖望空，後多一陣入邊紫衫咧就係嗰只龍城福將嚟嘅，中間夾住福島加加啦，入邊啊線路明星啦，開面啊八心之王都係三搭嘅啦，喺八心之王後面咧就係常妙星，尾二啊入邊。紫色眼罩咧就系新界福星包咗落尾，好力王啊！其实嗰只龙城福将
佢都算跟得幾順嘅呢一場，但我見直路哇一路內線都騎唔到。係啊，佢抽咗出嚟㗎啦，咁但係只馬都上唔到嚟，都係冇辦法。多即係攪搞呢只馬。上次都係有啲咁嘅情況嘅。係咯。咁入到嚟直路啦，咁啊率先發難就係開邊嗰只踏雪無痕啦。你有人睇下黃浩南啊，雖然呢場贏啊，贏都要鬧，都要鬧。喂，大佬，你拍住人哋隔離兩大師傅黎海榮同埋郭能。打打下直路望大人莫喎，你做乜嘢咧？我唔知佢为咩啊！嗰度我咁你攞低个头打啦，你望咩一望系啊？咁啊系喎，嗰个阶段咯。不过呢只龙城福将，如果你话成熟咗咧，应该喺呢几只马之上睇到个走势。佢喺三班其实同啲好强嘅对手跑都近嘅，不过可能有争少少走规。即系有权在上。嗯，位置 Q 一搭四排八十七蚊，搭十三排六十三个半，四搭十三排八十蚊五毫。四连环排八百四十六蚊。四重彩牌一万七千零六十七蚊，孖宝四长九，五长一中正牌六百五十三蚊，四长九，五长四外围奖牌九十蚊。